寰宇应援团来到位于竹北市胜利11路225号的专业室内弹跳床运动会馆跳槽。大家好，我是跳槽教练大成，今天欢迎你来到跳槽。来来来，一进来先由大成教练带大家热身，因为待会寰宇应援团要来进行超级 PK 赛拉，分成黑白两组，挑战由跳槽为我们设计的三个关卡。来的有什么鸟事都要做的电台工程彭轩、菜鸟社会新鲜人王静，以及被主持人耽误的模特儿伟伟。黑队友一粒两粒保你平安的莉莉安，寰宇应援团运用小天使郑怡，以及有人说过你像小冰冰吗诺曼。首先第一关挑战赛，障碍跳，以跳跳的方式前进，遇到障碍时要想办法越过，就跟我们的人生一样。两队分别计时，率先完成一圈的人即可获得本关的胜利。 Ready Go。由白队王静以15.13秒抢先获胜。第二关攀岩敲钟，以跳跃的方式前进，穿越彩色海绵池后需爬上顶端，然后敲钟，最先完成以上步骤并跑回原点者即可获得胜利。二关黑队诺曼以轻微的差距来了一个漂亮的逆转胜，目前比数1-1。最终关卡折返跑，手持足球以跳跃的方式前进，抵达终点后需将足球触碰到积分墙，触碰完即可折返，最先折返回原点的人即可获得胜利。三关由白队重圈遥遥领先，轻松取得了胜利。比赛结束，第一届寰宇跳槽 PK 赛由白队2-1战胜黑队，恭喜恭喜！失败的黑队则要接受我们教练波比跳的惩罚，呵呵。湖北跳槽，大人小孩都来跳一下，保证好玩又好累。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按赞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追踪我们更多的影片哦。寰宇应援团，我们下次见。赛后感言了，就是这真是个适合全家老小的游玩的地方啊，没有好玩。你知道你脸现在趴的地方是很多人踩过的地方吗？我现在趴的地方有一个脚臭味。